你觉得这个安全座椅舒服吗？嗯。安全座椅为什么没有那个这么高的那个夹垫呢？因为你的在这儿呢，你的小朋友在这儿呢，可以靠着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你收藏了那么多小汽车，都有儿童座椅吗？我觉得这个安全座椅放在中间，你是最受保护的小朋友在中间。爸爸坐在这边，那边的椅子坐的谁呀、啊？妈妈。这好小。哎呦，真的。妈妈，你脚蹬在上边，对，这样蹬着。能行吗？加油加油！这样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哎哎，好，好，哎呀，住了，住，好，住！哎呀，不行，哎呀，住了，应该重新再来一次。哎，住了，这是个相当难的事儿。简单。考验你们身体平衡性的时候到了。过了，哇！赶紧上，快点！哇！别动啊，亲戚啊！爸爸，你太稳了。对，对对。这过去了，快！哎呦！好了，来，好了，拿到一个，给你拿着。啊，不容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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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好。我们共同享用厕所。好的。你还坐外面中午？坐。那我们上。这门子啊。我们上。你五号房是吧？啊。好，咱离蔡叔家近，上他们家吃饭去。好一会儿。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幸好我们走了这么远。还得往前走。哎呀妈！这是怎么找到的呀？你呢？哇，四号房，你看看炊烟，到家了你们，到家了，不错不错。我告诉你啊，在东北啊，农村要住就住这种房，不能住现代翻新的那种房。对，哎，走的是侧门，他们给咱留的就是侧门，让咱从那儿走。哎呦，你哟，真棒哎！这屋、好，一闻着味儿，东北味儿就对了，一闻着味儿就对了，烧炕子大味儿，真不错。好，好，太棒了！哎呀，好，我想去看看青青哥哥家。走，我们五号房，走，来，你瞅瞅这啥感觉啊？这啊，对不对？福满人间，你这整个一个，是啊，哇，咱五号房很近。太简单，中午咱在一起吃饭。串门。哎呀，啊，咋样？快看看。咱俩一样。哎呦，一样的。一样的。你看见没，哥？啊，农村还是东北的，真的最好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俩出去玩，跳着了。看有火。所以你感觉到屋里有烟，是不是？它炕，炕烧的火。哎呦，太喜欢这感觉了！你看前面这个小黑盒啊，这就原来啊，我小的时候，我奶奶家啥的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东北农村就这样，东北就是这样的。完了拿哎小炕砖一吃，对，你看吃的，多棒啊！这整个就风光。我怎么感觉这跟光头强家有点一样？不是光头强家就这样，光头强不就东北农村伐木的吗？哎，快来！告诉你，就在我们那个
刚才看见那雪人里有我们要的肉。雪人有冻肉啊？对啊。谢谢。哟，任务卡来了，你把手套先摘下来。打锅包肉。哎呀，啊，跟我们不一样。看这个，这边看这边。告诉我什么？新做一道东北特色菜，什么？他都会认识。荤。荤的宝贝们去找，素的爸爸在自己家找。雪人会给带来好运哦。啊，字儿都会认识啊？庆庆全认识字儿啊。啊！赶紧先进，吃吧，雪人！赶紧冲上雪人！赶紧冲上！挖雪人，赶快！打！咋把他给踩了？哎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！没有啊，没有，这打不开了，青青，没事，就把这雪给拔下来。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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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拔了，他肯定没在这里头，看底下有没有。没有，地下没有，这里边肯定没有了。走，青青。还能在哪儿啊？这蔡哥啊，你就跟着我走吧。真的，我这边不行啊，我有线人。哎呦，我别一会儿伸进去了。哎哎，快站起来！哎，哎哎，沙溢，你这样让他们两个小娃娃呀，在这照一，给他俩在雪中秀，你们俩，你跟庆庆在这照两张相。对对对，好，看着看前面，看这儿啊，看叔叔，看这儿看这儿，特别棒，帅极了。再退一点点，再往后退一点点。哦，退好棒，你看这俩多好玩，是吧？线人就是你们的双眼，啊！看你们鬼鬼祟祟的，好像就应该在这附近。啊，在那儿呢。吉宝，青青，对。吉宝，太棒了！吉宝，青青，有戏了，找着了。找了，我给你俩指一条路啊！啊，完了你们顺着那个路啊，但是就看你火眼金睛，你和庆庆你俩能不能找着了啊？哪条路？就这条路。这条。对。就这条路啊。爸呢？老奸巨猾，咱踩着他们的脚印儿。有了，我就顺着你的脚印走。我看你能走到哪儿去。庆庆睁大眼睛看看我们的吃的在哪里。哎，姐，你负责找这边，我负责找这边。好。仔细看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过来，就在这儿。在哪儿了？哎，姐，来来来来，庆庆，找着了吧？找着了，找着了。冰块里面装着肉，真的？嗯，你不是最爱吃肉吗？庆庆再找找还有没有肉。我也最爱吃肉，我弟也最爱吃肉，是都爱吃肉。咱再找找还有没有？这点肉不够啊。没了。啊？没了。没了吗？摄像说没了。确实。摄像者，咱们去那边找找。啊？这，我靠！咱保着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走啊，进屋。Thank you.
鹅给抓了吧。哎呀，出去了，先把那个鹅给抓住。小心！等他，命中！耶！耶！没错！嘿！嘿！啊！抓起来！干活吧！干活掰碎啊！掰碎告诉爸爸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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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得掰两下，这么大就够了，这么大还不够，还得掰。掰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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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的韧带拔河马上就要开始，究竟是我们比较年轻一些的蔡哥哥的膝盖会先弯，还是我们稍稍年长的董大力他的膝盖会先弯呢？到底是24岁的蔡国庆先弯，没错，还是50岁的董力先弯？来，好，看看谁的韧带更好啊？看看谁的韧带更好？哎，不准帮忙，不能帮，不能帮啊！保持对，加油啊！韧带比赛第一轮。三二一，开始！爸爸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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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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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现在开的好，来啊！庆哥哥的脸已经变红了。哎呦，我这老海带，老韧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你这，哎呀疼，哎呀疼，哎呀，他的腿先弯的。好了，该我们了。来来来，燕仔，该我和那个看到爸爸。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，爸爸谁赢了？获胜者蔡徐坤赢了，我输了。我们在第一轮的获胜者是24岁的庆哥哥。谢谢你爸爸，谢谢。加油！输了有马桶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等会也可以到他们房间上，就是不是很远啊，对不对？是，哦，两边的膝盖都弯了，哇，呜，老虎跟奶牛你俩串通好了吧？三一结束，三二一结束。哎呀，这禁不住，禁不住，禁不住！哇，这老奶牛，奶牛把老虎给吃了。不好意思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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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把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给到今天的获奖者——奶牛队向佐先生，还有李一航，请领奖杯。拿。这个奖杯来之不易。什么都没，他这里头要有，能还能给了吗？那就不能要了，孩子。好，来，请记好，你要知道爸爸为了他非常的不容易。好，来记好，要知道有了他，你们今天晚上就太舒服。给我，给你啊，来。我告诉你这，我们这次旅行。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你跟爸爸讲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？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认识了5个好朋友。那是不是你们5个，就你们6个小朋友，能不能成为，永远的好朋友啊？能成为永远的好朋友吗？能。